前面我们证明了这个一个这样的公式，就是当时间是无穷小的时候的一个 heat constant 热核的一个公式。当时间这个 epsilon 是个无穷小的时候，这个 x 和 y 要充分的接近，它才不会进荡激烈。进荡激烈的话，它就等于。因为指数上这些相加什么的，你都其实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因子，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一个的指数因子。那这些小量其实啊分析的话、估算的话就可以忽略了。所以这个表达式啊，它是正比于这个，正比一个这样的因子 e 的 r 那个二分之 m。x 减 y 平方除以 x， 这是正比一个这样的因子。如果 x 减 y 那个远大于这个根号 epsilon 的话，这个函数就震荡很快。震荡很快的话，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零函数了，因为一般这些函数它其实都定义在最后是要对它做积分的。你对积分贡献震荡很快的话，这样导致你对积分的贡献不一，所以如果作为分布函数来说，可看作为也即是说，对这个函数关于 x 积分为零 ，x 的某一个有限期域的积分。当然关于 y 也是一样，因为这 x 和 y 都是对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它们要相当是吧，也是 x 减 y 也是小量。下面来看 x 跟 y 充分靠近的时候，当这个就是说在 epsilon 期零，然后 x 减 y 抵上这个 epsilon 它的这种极限存在的时候啊，存在这个等于 v 存在的时候，这
这时候这里的这个指数上的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写成 ，this。在这个 epsilon 70的时候，它就可以写成，因为这个就是积分的间隔嘛，你可以把它写成0到 epsilon dt， 因为它小量的时候，这个不管你倍积还是什么，这个东西总是相当一个就相当一个积分测度的作用。然后其他的部分呢，你看这不就是一个 v 嘛，二分之 m。v 平方减 7v， 这时候 x 和 y 充分接近嘛，你跟那个基本 x， 对吧？当然 x 也是依赖 t 的。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的那个作用量，所以它就是一个 delta s。所以我们这个热河呀，低的坑呢，可以把它写成约等于，约等于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高阶的小量扔掉了。这个东西它就这个 delta s， 其中这个 delta s 呢就等于这个积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写成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我也不写了，其实接个这个就是调查，就是这个就是调查，就是它这个调查 S 是离散化的时候的调查 S， 然后但是那个联系极限的话就是这个，那就不再写一遍。当你把一个有限的区域你分段，分成那个很大的数目的这种等间隔的这种段，然后把它们最后一一的考虑每一段的调查 S 的时候，你就用离散的这个方式。那也就是说当然显示的我把它这个显示的可以再写一下，这个公式就是等于把这个调查 S 这个表达式带进去，然后如果 xy 它们不相等是吧，我们只起这个 epsilon 70的时候，你保持这个 x 减 y 的这个固定住它，然后起 epsilon 70，这样的话它总会使得它的这个频率趋于无穷大嘛，这样会震荡的话它是一个零函数，跟你前面说，所以在这个 epsilon 70的时候呀，这个 heat cone 相当于一个调查函数，在 xy 不等的时候它为零， xy 相等的时候是吧，它是一个分，就是说无穷大的秘密。epsilon 70
因为你如果固定这个 x y 不变，你起这个 epsilon 七叶零的话，肯定是使得这个频率，频率就是这个，是吧？你这个保持不变，你这个系零，所以这个是个无穷大，而这个 r 因子它是一个三角函数。它系零的话，这个就相当于一了，是吧？这个一 ，x 这种不一化呀，是吧？这个它系零的时候，那这不就是一个一？首先就是，所以它就是一个 x， 是吧？对吧？有一个一。证明这个关系是，就是它这个表达是等于第二函数，你就要从意义上证明，是吧？一个就是当 x y 不等的时候，它为零，这个我们前面说明它是一个振荡激烈的函数。还有就是说，你关于它积分要为一，是吧？积分为一，这也是第二函数的，第二函数的这个。性质，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epsilon， 它这个等于零，是不是就啊？对，写一遍，这个。当这个 x y 保持固定，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值，只要它们不等，你们把它固定住，然后 epsilon 七叶零是这时候这个 hit 坑的一个负 i epsilon。它虽然有这么多项，你看，虽然有这么多项，但是领头阶是这个呀，领头阶是这个，因为你这个乘上这个 epsilon 七叶零，而这个是 epsilon 出现在导数的，这个 epsilon 出现在一次的，所以 epsilon 七叶零的时候，第二个因子可以舍掉了，你只要七叶这个就行。对，在七叶零的时候，你就七叶这个。前面的那个因子，对吧？基于这个因子，其他的可以。当 x 不等于 y 时。它是一个振荡激烈的分布函数，就是振荡很快，当然也可以。那也就是说，相当于零，相当于零。而当 x 那个等减 y 等于零的时候呢，等于零的时候，
因为 x 等减 y 等于零，你这个只是七义零嘛，是吧？它已经是零了，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零，这个就是一，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导数上，所以那个东西是发散的，它。它的发散性我们是判别，下面来看它的那个对它积分之后，确实是一啊，这是叫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这个函数，关于 x 或者关于 y 也是可以，因为它关于 x、y 是对称的，就是关于它积分，它七这个了，我就直接对这个函数积分，m。一的，2分之 n。它的积分，这就是一个高斯积分嘛，是吧？而且它这个西部这个可以用我们前面让大家做家庭作业的那个公式。文档，你这个因子常数因子直接拿出去。等于，就是它这个拿出去派除以本来是就是一个负的一个东西，那个负的这个平方向的系数，对吧？所以它的这个系数有一个多余的符号，派除以负 i 2分之 m，因为你要负的那个东西，然后一个行分之。这个东西，你把它化简一下，等于根号2派 r 一行除以 n，它俩互为导数，所以这个是零。确实，证明了它第二大函数，一个就是它的，它不等于 y 的时候为零，等于 y 的时候为无穷大，然后积分之后为一，所以这不是满第二大。那对于有限时间间隔的 heat 坑的，是吧？那怎么去计算？我们就让这个无穷小的时间间隔的时候就引入了，我们只需要将有限时间间隔的把它做 n 点分，n 等分，然后把再将 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它每一等分都是一个无穷小的时间间隔。考虑有限时间间隔，或者叫液前振幅，就是我们可以在海森堡会底写，也可以在薛定谔会底写啊。如果是海森堡会底的话，是 x n t n x r t i，这是海森堡会。如果是薛定谔会底的呢，x f 一的负 i h t f 减 t t i，x i。但是我们其实算那个热河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薛定谔会底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时间的
时间的距离，做 n 等分时间间隔。TF 减 TTI。每一等分的那个时间的长度，这个我把它记为一个系列。啊，当 n 趋于无穷大时 ，epsilon 趋于无穷小。n 等分，那假如是三等分吧，四等分，啊，这个就是t 零，啊 t 零 ，t 一 ，t 二。T 三、T 四，这个就是一个四等分的例子。啊，四等分。那我们要对应这个 T I 和 T F， 所以就把 T 零这个就对应为 T I， 这个 T 四呢对应着 T F。啊，那一般的话，一般的也可以。你看中间有几个端点就插，因为那个两个端点那个它是已经固定的，它是已经是本状态，所以比如是以四等分的话，我就在这个三个时间端插入那个完备性，然后以 n 等分的话插入 n 减一个，就是从 t 一到 t n 减一。的 n 减一个完备性关系，其中这里是一小于或等于 k， 小于或等于 n 减一，那总共有 n， 你插入进去。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有限时间的这个把它，就是插入这个时候写出来。
把它写到最外头，比如你插入一个 dxn 减一。每一个这个都可以写出来，我写出一个一般的公式来。xk 减一 tk 减一就是一个 epsilon 对吧，等于它约等于根号 m二派 i epsilon， 然后一的 i delta sk， 其中这个 delta sk 呢，它是一个离散化的形式，它等于 epsilon 二分之 m， 然后 xk 减 xk 减一除以 epsilon 平方。减去 v 二分之 xk 加上 xk 减一，把高阶的量舍掉之后，它这个会现象。当然，把这个每一个这个带进去，带到上面这个的。无穷大，但是它这个有多少个这样子的
天坑的呢？你看，这是一，你们数左边的这个一是吧？最右边的那个是 n 是吧？所有 n 个，所以这里有它的 n 次方，每一个的贡献这个根号 m 除以 i 派 i x n 次方，然后积分测度这个 n 减一个 x 的这个积分测度照写。这等于一到 n 减一 x 减，然后剩下的就是这堆指数上的这个了，是吧？指数上它们相乘，就相当于指数上的幂次相加嘛，就是 r。然后 k 等于一，一直加到 n， 第二塔 s k， 因为这里是我们按左边的来计数，是吧？k 这个定义的 k， 你看这里就是 delta s 一，最后一个是 delta s n， 是吧？所以它是从一加到 n。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表达式。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达式，当然实际如果你去计算，其实这个离散化的公式就可以用来计算一些机器的系统的一个路径积分的这种振幅。比如算一个自由粒子的时候，我用直接用这个公式可以证出来，可以计算出来。我后面会有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观察这个式子的物理内涵和它的联系极限，考察这个式子它的联系极限，从离散到联系。这个求和的这个东西记为整个，因为它只是每一段的一个作用量，你可以把它们求和起来变成整段路径的这个作用量，就是 S XK， 因为它其实依赖于这个 XK， 在每一个时间的时候那个 XK 可能是变化的，你这个它的变化就会影响了它的这个作用量。它恒等于就是这个求和 k 等于一到 n delta sk， 如果它在 n 期这个无穷大的时候，它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这个呢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泛函的形式，从 ti 到 tf dt 二分之 m v 平方减去这个势能 vx。 然后像这个因子跟这个积分呢，我们可以把它记作一个积分测度，泛函积分测度，就是
啊，这个作用量又可以把它写成那个老热量关于时间的积分，也就是说，那等于 dx，dt，然后是依赖 x 和 x 一点，你如果把它的具体形式写出来，那就是等于 dx。一的 i，t，i，t，e，t，二分之一，m，b 平方，t，二，x， 这个就称为叶前振幅的路径积分表述。叫希特坑的路径积分表。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从这个路径积分的这个公式出发，那可以就算它的这个格林函数了。那这里面的这个积分测度是怎么理解呢？积分测度就是说，积分测度就理解为固定两个端点，在 t_i 时刻 x 值已固定，在 t_l 时刻 x 也已固定，然后你去变化其中的其他的，就是说。积分测度，应理解率。就是说，这个是对固定。两端点，xti 等于 xi， xtf 等于 xf 的所有路径。xt 求和，那我们可以画图来表示啊。比如这里是这是 t， 这是 x， 这一点是 xrti， 然后这里这一点是 xftf， 我就固定了这一点和这一点。然后这种所有的这些路径啊，是吧？我都要求和，包括特别这种特别复杂的这种，是吧？都可以，就任意的路径，但是固定两个端点，它们每条路径当然都有个权重因子，那权重因子就是关于那条路径的这个东西，因为每一个路径它不同，它 s 会变的，也是给出一个权重因子。每条路径的权重因子是一的 i s n s t。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做一维运动的自由粒子。它的拉格朗日量 L 就等于二分之一 m x 一点平方，是吧？二分之 m v 平方，那么又是呢？然后正则共轭动量呢？等于这个 partial L partial x 一点等于 m x 一点，然后哈密顿量呢，可以就通过了让的变化，h 等于这个 p x 一点。减去 L， 最后可以把它写成 P 平方除以 IM， 这个因为最后我要用动量来写，不是再用不要用广义速度来写，就来写成。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它这个液前振幅。液前振幅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经典粒子学系统，像它量子化之后，这些哈密顿量就要升级为算符了。这个升级为算符也就是在正则量子化的时候升级。如果你是用路径积分的语言的话，它们也是普通的数，不需要是算符。啊，只不过我现在先描述这两种。正则化的一个关系的过渡，等价关系 XF TF XR TI 就等于 XF 一的 4RH， 我把这个 TF 减去 TI 把它记为大 T，这个就是海森堡汇集的演，这是薛定谔汇集的演，其中 T 乘等于这个 TF 减 TT， 我把这个 H 这个带进去，把那个 H 这个带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写成，你就接着这个等号，用正则量的话的 4RT， 然后 P 平方 RM， 对吧？这还是正则量的话的。这个简单的系统它没有那个，就是说没有势能的时候，计算这个东西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可以插入一个动量的完备性关系，可以插入，等于插入一个 dP xf 和 rt， 因为对于这个自由粒子的时候，那这个简单，
这个动量算符作用于动量本身，它就返回动量本身值 p 嘛，啊，返回动，所以可以直接拿出去了。所以这一部分，作用于它等于一的负 i t p 平方除以 i n x a p， 而这个 x f p 呢，它又等于，我们因为现在我们的约定是。dp 所以你在这种约定下你的这个 xp 啊，你就等于有个根号二派的东西，一的这个 ipx， 那这是一种约定。另一种约定呢，我一个动量就带一个二派，那如果三个的话，你这时候是吧，你这时候 xp 的这个你就可以不需要二派，因为二派吸收到积分测度里面，就是说两种等价的约定。我下面采用的是第一种，对，插入完备集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所以你这里是有个根号二派的，一的IP x， 然后这一项呢，那等于根号二派分之一的负 IP x i。所以对于自由粒子的话，意味着自由粒子的话，没有事呢，算这个 hit 坑的，它其实即使是在有限的时间，也可以一步就算出来了啊，一步就算出来，直接插入原因。你把这个带进去，你马上就会把它化为一个高速积分了，等于把这个根号二派挪到这个积分测度里的 dp 二派一的负 i 大 t p 平方除以 i m 一的 i p x f 减去 x i，你看这个是 p 平方，像这是 p 一次方，然后我们把它配方一下，把这个一次项消掉，是吧，会得出一个常数项来，然后它的平方之后就是一个高斯积分嘛，可以直接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高斯积分就是说你把这个配方之后，然后再做一个积分变量替换平移一下，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把它写在这个留作一个作业吧，你就告诉你们留作一个作业，最后可以算出这个等于根号 m 二派 rt 一的 rm 除以 it xf减去 x i， 所以我们作业就是验证这个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因为提示一下是吧，你就是把这个负 i t 啊 p 平方加上 i p x f 减去 x i， 把它这个进行配方，以 p 平方一次。把它这个吸收到这里，负 i t i m， 然后 p 平方，因为这 i 到这里它变成负的了，对吧？然后是 i m t x f 减 x i t 了，是吧？所以你下一步就负 i t i m。就是 p 减去这个了，平方再减掉，因为但是你这里有一个整体的这个，所以你要小心一点，你干脆加个大括号得了，大括号再减去 m 平方除以 t 平方 xf 减 xi 平方。
扣起来，是吧？最后把这个因子成立，这个因子，挪到最外边，就得到是这个因子。然后那个是高斯一分算出的。所以，验证一下这个，其中大 T 是恒等于 x， 是 TF 减 TT。虽然这个系统，即使对于有限时间间隔的 pit 坑呢，也可以一步到位通过高斯积分算出来，但是，它也不失为一个，可以验证我们前面推导从无穷小时间间隔到有限时间间隔那对计算的一个好的练习。所以，方法一呢，我们就一步到位，这样可以算出这个自由粒子的路径积分振幅是这个。啊，这个公式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论自由粒子。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重复我们前面从无穷小时间间隔到有限时间间隔的那种计算，就是，虽然复杂一些，但我们可以验证结果相同，也是一个加深我们对前面那堆形式理论的理解的一个很好例子。我们下面来用这个系统来重复一下我们前面的计算。那这一步，这个先把它化简一下，就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化简一下，它等于 m 除以 i 就行了 ，x k 减 7 x k 减一。有了这个，我们就提示我们可以做变量替换。这个东西把它变成 yk 恒等于根号 m 除以 i 平行 xk，
那等价的，你如果把 xk 写成 yk 的话，xk 就等于根号 x 中除以 m。把这个再回到原始，再回到原始，则 xf(tf)(xi)(ti) 等于 limit n t 无穷大根号 m i 派 i x 乘 n t 方，然后。每一个 xk 吧，它会变成 yk 的时候，会冒出一个这个因子。你看，它有 n 减一个，所以这个地方就出来一个根号 x 除以 m，n 减一次方。然后这时候积分就变成了 y 了，因为等于一到 n 减 dyk。然后指数部分呢是 i。这个 k 等于一到 n 变成了 yk 减 7yk 减一平方。这种方法的妙处就在于会涉及到一个这样的积分，这个积分公式还是挺漂亮的，挺准。你可以看，如果n 等于 i 的时候，是吧？就会它会涉及到处理一个这样的积分。你观察一下这种积分的形式，你把它具体的写出来，比如一个 n 的时候，它就是一 y 一，一 y 二点点点，一 y n 减一，然后指数部分呢？是 i yn 减 7yn 减一平方加上 yn 减一减 7yn 减i平方加上点点点加上最后是y1 减 y0。这样的一个积分。这种积分啊，它其实这个表达式也就是这个表达式，我只是把它写的更形象一点，这种更生动一些，看起来也是不容易搞的。它可以证明它等于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形式，就是翻译。根号 i 派的 n 减一次方根号 n， 然后一的 i n 分之 yn 减 7y0 平方。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大的当然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前面我们将这个时间间隔离散化的这个过程，因为你离散化之后，你还能算出跟方法一，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特殊的系统可以一步到位算出来的这种振幅，结果是一致的。第二个，我觉得好处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比一般的高斯积分更复杂的一点形式，是吧？这种形式，你还可以得到一个简漂亮的简单的结果。第二个公式怎么去证明？也是留着作业啊，留着作业。
提示就是用数写归纳法。用数学归纳法，这样的话大家印象就深刻，将来你研究中可能也会遇到这种积分啊，是吧？对，那个你的印象就深刻了。数学归纳法，因为这里的 y1 到 yn 减1都是中间的嘛，是吧？中间的，所以你最小的 n 也是 2 的，不然你就不再是一个积分了，因为它从0到 n， 然后从1到 n 减，是吧？所以你最小的时候就当 n 等于20，你这时候的积分呢就是 dy1。的 i，y2 减 y1 平方加上 y1 减 y0 平方等于什么？是吧？你要能算出来，先验证跟这个结果一致。然后当n 成立的时候，当 n对 n 减1的时候成立的时候，你再去证明它对 n 的时候也成立。我自己验证过，是吧？其实经过一番推导，确实可以证出来。所以这个就留着作业吧，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好，下面我们就直接利用这个公式啊，利用这个公式。所以这部分积分就出来了，把它带到这里。好，提示我在写完这里，在设对于 n 减一时成立，其实正这个对于这个 n 时也成立，你就完成了这个。数学归纳，我们把这个结果带进去。y 改写成 x 是吧 ？y a 就是 y f， 我们 y f 跟 y x i 的关系，就是刚才那个变量替换我刚擦掉的，差一个那个 m 除以这个东西，你改写成 x， 它就等于一的 i m 除以 i 就行了 ，x n 减 x 零。平方，那除以 t， 对吧？这边多出一个这个因子来，因为我们这里也是用 x 写，所以把它变回去。然后，可以观察到，是吧？就是这个，这里是 n。
然后下面我们观察就是这个换一个颜色的，因为一个无穷小间隔的时间间隔的预期系统，你分成 n 段，所以 n 乘以这个预期系统它是大体，那大体是一个有限的数，就是 t n 是主体啊，所以这个引出来，而这个剩下的这堆因子呀，我们化解一下啊，那上面重点考虑。等于根号 m 二卡 r 一个形乘上 n 减一次方跟 n 减一次方，我们把它破壁，根号哦，就是说把其中一个拿出来，剩下的就并入到 n 减一这堆 b m 二卡 r 一个形根号 r 一个形除以 n， 然后根号 i pi， 这堆是 n 减次方，然后乘上根号 n， 对吧？哎，它们确实全部消掉了，你看 m 跟 m 消掉了，是吧 ？i 跟 i 消掉了 ，1b6 跟 1b6 消掉了，然后这个 i 跟 i 消掉了 ，pi 跟 pi 消掉了，所以一个不是，这堆就是一嘛，一的 n 减一次方仍然是一，所以剩下的就是这个东西。那它可以跟根号 m 二它 r 一 b 四中 n， 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 b 四中 n 啊，它就是一个大体，对吧？所以哎，那最后我们的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它也就是最后发现它的结果不依赖 n， 因为 n 乘以 b 四中是大体，所以就等于根号 m。二派 r 大体一的 r 二 t m x f 减 x i 平方，那跟前面方法运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一部分就介绍到这里，两种方法。